样说吗？这么远你最好看得出来我好美，这么远呢、欸？这么远怎么看？声音这样比较清楚吧。我飘不飘的呀？新加坡会这样讲话吗？就是只有马来西亚会这样讲话。新加坡我知道怎么讲，我 pretty 啊，我 pretty 啊。远方的就没办法了。我还是想要对你好，想全心相信此刻安静是因为心跳还有共鸣，还没真的失去，我在奔波外不顾一切你丢失，我大概继续对你好，心中甜蜜。错词了啦！什么呀？买错了？OK 吗？怎么可能？这首歌我熟得要命哎！啊，给你们 special 忘词版哇！我不过是一个很想幸福的人。为什么遇不到会深更的缘分，随着街角被暖抚我的都不安，让心里感觉冰冻了。你的答案最好特别一点哦，全都那么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答案特别到我真的觉得你们一辈子都达不到。小鱼不对啊，不对。OK， 我们多给两个，时间多点，来，榴莲。好，那位黑白相间外套的女生，黑森林，给一个暗示。傻逼啊！它是一种水果吗？它不是水果。它不是水果，它是有特别味道吗？它是 cupcake 很爱用的。很爱用的，可能猜对。来，这位女生，啊 ，Red Velvet。That's right. That's right. 因为马来西亚有 Unplug， 所以新加坡当然也要。那谢谢两位老师。那这首歌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反应很好，所以我就重复的是用这首歌来做。Unplug 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值得欣慰。我们这一年忙得少见面，下一次大概是他的。Oh,
拥抱都没有勇气。